那我们玩的游戏是这个。米德拉西一点是什么样的游戏呢？哎，每次你讲讲的时候，我解释一下。是。但我发现了，很多人听不懂我说什么。是是是。对，下次阿布上。啊。对。啊，我们的。对，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哎。嗨，我是阿空。嗨。一点是什么样的游戏呢？就是呢，等一下三木跟太田分别讲三个条件，然后如果你们有符合条件的话就举手，然后会数，我会把这三题加起来，如果就是接近最接近21点的人获胜。对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那个阿布唱的中文越来越不好。接近21的，对对对，超过也不行。对，我们的目标是21，在22不行。了解，21。OK， 我们三个挑战。对对对对，条件。所以每次对，可以藏的问题。问题对，不要用很难的问中文，简单一点就好。对，那先我吗？我开始。OK， 先恭喜大姐，好。那应该先，我觉得5-6个人左右比较好。OK， 那问一下，今年哦，今年啊，玩立蛋的人，立蛋。大家听不懂吗？端午节立蛋。对，端午节的立蛋。哈，对，来，请你说。立蛋。哇，好棒！哎，很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加7个，这个没有，其他没有吗？可以再一点哦，再多一点。哎，7个是刚刚好吧？对，超级好，7个。啊，好好。哦，没想到吧？台湾人真的玩立蛋的。啊，是好玩吗？好玩哦！哎，我不知道那个这个成功之后自己的运气变好了吗？你为什么玩立蛋？习俗。这个由来是什么？听不懂吗？最习俗。最哎，立蛋成功了耶，就结束吗？对，好气啊！浪费时间吧。立蛋很难保，应该保很多时间。成功了，就继续，浪费时间了。哎，我们来纪念嘛，纪念嘛。是是是。哇，有七个，刚刚好。这个是第几？我也要看手机吗？对，我也要选一个。好，哎，那我也是那个跟端午节有关的。嗯。好，龙舟，龙舟呢？龙舟。拼命练习划龙舟，拼命练习划龙舟，结果不小心划到日本的。你，这不是不小心吗？故意吧？有可能，今天来的玩笑有点奇怪了。有可能。太奇怪了。好，请举手。当然了。啊，算了，没有感觉。有机会，还有21。对，啊，第二个问题，有点那个特别的，因为刚刚的阿布讲也是，的感觉，你们常常来到我们的表演，还有常常看我们的 YouTube 的影片，对不对？所以越来越听得懂我们说什么，但是自己觉得，越来越。不好自己的中文，自己的中文越来越不好。对，没有，请举手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啊，有两个，还有吗？哎，有听懂问题吗？对，听得懂吗？很多人刚刚也跟我们说，那个一开始看什么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什么，可是自己已经听得懂他说什么，可是他不好自己的中文有退步。我们讲中文的时候，对，不，可以休息一下。现在阿布讲超级厉害，几乎都听得懂我们说什么了。对，对啊。可是呢，有时候台湾人听不太懂阿布讲说什么。对，因为他真的常常跟我们聊天，他们的中，你的中文现在变成有点像日本人的中文。就是我的文法很怪啊，然后会讲一些三木的口头禅。是什么？了解了。哎，那我是那个零碎那个，第二个是那个比较多人，这个是那个大家那个应该是
能理解我说的意思。OK， 附近啊，明明有大便，但苍蝇还是一直往自己飞的。有吧，也难理解。OK， 请举手，我一个人，好可怜啊，破冰了，破冰了，你也是，就这样，你就一个人而已，这个第三个，二起，好，我也要玩十二个 ，OK。今年有去历练的人的话非常多吗？我觉得很多。一个年轻人，直接问我做事，不是我在作弊，直接问我，对不对？OK 吗？这个三个月一年就立面的人，请接受。哇，差多啊！哇，差多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。二十，有吗？有认真的问题吗？啊，现在呢？现在有一点点饿的，不是？多饿，多饿，有一点点饿的。不公平啊，很公平吧，所以你要好好整多饿啊。对的，对呀，啊再见，赢了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厉害啊，屁股好痛，很开心。对，这是我的压力。我有两个女儿。